谁是踩僵尸的蘑菇家族中最强的呢？我玩个锤子啊！我感觉我也是来玩锤子的。等级压制，我的主场。因为小喷菇这边被完了。嗯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咱临时调整为练菇哦。这都不好意思呀，我可是活力全开家族的。所以有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玩啊？天空是微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。看我们 carry 呗。就是呗。但是我会去你那里长个蘑菇。你骗人。别信他的，老骗子了。给我一个大招，我还你一片天地。你把我置于何地？人生滚动，决斗开始。没人爱我。天空是微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。最强的蘑菇是魔术菇，肯定是我啦！下期再见，拜拜溜！不要忘记给贝贝点赞哦。盘点 PVC 中那些被低估的植物，那必须得有我猪员外啊！我磁力菇也是被冤枉的好惨呢。首先你听我说，大家都以为我是一次性植物，难道不是吗？其实我是可以持续攻击的。我可是出了名的 CD 短，伤害高。一般吧，岩浆番石榴就能轻松代替你。听我说，大家都知道我是吸铁的吧？什么僵尸带铁的头啊，什么铁皮啊，什么铁桶之类的。怎么不吸？虽说我不能越阶吸，但是你肯定没有见识过我的大招。ここは私は一体。看来是得对你刮目相看了。还有，我能控制姜王。